瓜，花花来把毛剃剃。看来剃掉这么多毛。花花应该不会的。会啊。它这边毛还是很多的。它很瘦。那它现在毛这边还是很多的。对啊，这样它才不会觉得它被剃毛。它会照镜子看是不是？看到自己的头还是这么多毛。好热哦！那这只呆子呢？我拍过那只呆子很多次了。可爱的东东呆，刚竟然敢跑得很远很远让我追。东东花花，你在拍录影，在录影的吗？照相的。你想录影的？没有，不用。你的交的作业只要用照片的，对不对？你看，洗澡啦，洗澡啦！哎，Hello， 洗澡了。